他会跌倒哎、欸！什么？这里是鸟居，这里是小的鸟居，然后还蛮长的、欸，一堆人在这里。昨天是竹林，今天是变成是鸟居，那都很长，那一个接着一个。前面的是日本的老先生了，我们现在要从左边稍微超车一下。前面的大的鸟居没有拍到。看到亮光，我就是啥子？我没听见呢。那这样啊？这个平常来应该不会有这么多，可是今天是过年。对呀。所以我们不会走回去了哈。